网络上面都说 T 都很拽，说什么十个 T 有十个拽，讲话态度、表情、行为啊，在那边斜嘴笑，不忍直视，讲一讲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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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反正就一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演给大家看。谢谢。拽屁股。这是我朋友。哎。这是我朋友。哎。哎。这是我朋友。哎。My friend。哎。这是我朋友。哎。Hello, hello.这是我朋友。嗨。狗。拽屁啊！好，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观感的问题。没错，不笑不一定就是拽，或是不屑，对不对？对，或者不屑。还有，我觉得这是长相的既定概念。我觉得你这句说的非常好，长相的既定概念。拍手。就是比如说，刚才我们的影片有呈现，比如说像刚刚这样子的脸。我们在拍的过程，就算叫他再怎么拽，他还是拽不起来。我尽力了。对，可是小帮手帮我拍的时候，他说我就算连不笑，看起来就是一副拽的样子，所以我才说你说的那个长相的既定概念，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。对，然后大家很常会直接去看说你这个状态，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拽还是什么？也许他真的只是没有任何的心情，没有表情而已。其实有很多男生也都蛮拽的，可是为什么你不会觉得男生拽？对啊，为什么就是针对说 T 就一定就是很拽？对啊，女生也是啊，女生走在路上她没有表情，对，难不成你就会觉得说她拽一拽？我觉得这是一个观感。可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啦，嗯，就是其实这样子，其实它不是一个仇视或者是故意的，它其实只是说一个保护色。我们再来一个让你们更清楚的正向反向。 OK， 干，你怎么知道？搞不好就是有很多的厌世体验。不会啊，说不定他只是心情不好，或者是他也在放空而已。没有啊，我根本就是觉得怎么样走过去他就是那个脸啊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个脸，然后上下看他看屁看啊。而且我发现呢，都是针对一些 T 走过去就看 T， 你干嘛不看男的啊？好像是同种族的比较吗？我是觉得说也许他也没有恶意啦，他没有敌意，只是他刚好他流露出的就是他在观察人，但是他的表情真的很像在打量，而且这也只是一种，我觉得是一种保护色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他就是类型很像，就会有一种毛会竖起来，就是保护自己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并不是因为针对于 T 看 T 看男生 ，T 看女生也都是没有那个意思的吗？还是说有一些 T 他就是哦，也许啊，可是我很确定的是 ，T 看女生基本上应该不会有这种敌意，基本上不会是爱意。对，看男生也许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蛮帅；看 T 又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你就是哪边跟我很像，那我们就会有一种观察的感觉。你的意思是不由自主吗？不由自主就会想说，哦，看到同种，但是应该基本上是没有敌意的啦，有敌意就会过来就是挑衅啊，还是什么？所以也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呢，我们不能说。完全就是没有刻意去拽的 T， 或者是他本身性格就是脸的关系。对，但是我只能说，不要太去放大 T 的样子，或者是 T 的行为。对，我觉得太放大了，因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。因为比如说我们买东西，我们也不可能刻意就是说，哎、欸、你好，或者是哎、我要买什么，或者走过去看到一个 T 就故意这样。这样也太白痴，那这样太累了吧？就是对啊，确实是因人而异啊，你不能说这个人这样，就全部人都是以偏概全，而且也不会有人就是24小时每分每秒
都一定要笑着去面对任何人，这样子太累又太假了。不是每一个 T 都是拽，我觉得不要去刻意。强调一下，不是不要刻意去把他们的样子或行为来去放大，就说 T 都怎么样怎么样。没错，为什么女生，其实女生拽的很多，看人的很多，为什么不是说女生？对啊，大家想想为什么呢？为什么 T 会被放大成这样呢？如果你们想要去反驳或者是怎么样，觉得说 T 就是真的很拽，你们也可以留言下来。你遇到什么经验让你觉得说 T 很不舒服的？对，都可以在上面留言分享给我们，让大家一起来。当然我们也同时就是告诉亲爱的 T 们，嗯，对啊，人家都说你们拽，你们就稍微歪嘴斜眼微笑一下吧。就这样，就是原本没表情，嗯，怎么了吗？反正这社会要逼着我们都要跟你们讲话，都是这样子，我们才有亲和度不拽啊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就很容易被放大，所以。稍微挤出一点笑容吧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是，记得订阅，按下小铃铛，分享我们的影片，转发，然后留言。拜 ，See you。拽屁拽。嗯。拽屁拽。世界真美好。拽屁拽。这是我朋友。嗨。拽屁呀、啊！